小妹超心吼，但忘掉咱的今仔日咱的主持的部分，讲话时间欠点的所在，请大家多多海涵，多多原谅，多多指教，非常的感谢，谢谢大家。那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全部哦。那首先让新来来安排掉咱的头一位水姑娘，我先来做带动，来安排掉咱的辣妹吼，咱的圆圆，再来咱的天使上头听瓜瓜，来，谢谢，来安排。老来滚滚，咱的好听的歌曲，当然吼，阿拉借着这首歌，借咱现场咱的好朋友吼，现金会当哪弹哪稳哦。阿你圆圆嘞，哎，借问一下，你迄你话听袂晓？迄你话听袂晓？来，真的是西啦，伊咧甲你西肉尾嘞吼，伊咧甲你西肉尾。迄个大哥，我甲你讲，迄个阿妹，迄个头边吼，免理，等下我叫阮幼起的直接汤蛋掉就好啊。你免理啦。你目色较好咧，你味这幼气的，你味我这中国啊，你味到你转去吼，加还佫洗目睭，啊你想讲吼，哪会遮水安尼味，味拢无安尼吼，你大哥甲你讲啦，味幼气的啦，才有迄个的感觉，你知无？什么什么？就是赞的感觉啦，一级棒。哦，嘿，是赞的感觉，你知无？我甲你讲啦，迄大哥足辛苦的，啊你味咧味咧吼。它是蛋的一只吼，甲汤蛋条，你皮太软，你有看无吼？老的啦，免蛋条。你甲我安尼吼，流甲规身躯汗吼。人拢讲水愈济愈滑，你知无？我咧规身躯你有看无？哎，我甲你讲，我自开场吼，到迄个咱等下下班吼，绝对拢无搭的。所以我规身躯拢水的，你知无？有认真啊，有认真吼。啊，你麻烦等下头家你啊加一啊钱的吼。来来来。